美国宣布了新一轮对台军售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特别是817公报规定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予以强烈谴责。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，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。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。